要闭嘴。向我看去，向前看，小姐穿旗袍走路绝对袂使呢。这个穿旗袍走路，讲实在，因为年纪稍长一些，所以略有一懂，略懂一点。哎，直线行走，哎呀。来，麻烦一位一位来哈。来，紫娟，请。紫娟，我先啊。拿扇子要注意哦，你别在那行，那行个老苍嘞。跟他摸一摸。你刚才在后台说好像那个浪天来追我那个。哦哟，变了变了。我觉得他好笑啊。气管嘛，气管。请不要这样说我。可以来点 music 吗？music 哦，来 music。哎呦。哎呦。嗨、哎，鼓励鼓励。是。来好，我来找一个较麻烦嘞，邱佳琪你可能较麻烦。邱佳琪啊，紧张。来，请了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来挡他挡去。啊，伟如。来，伟如。你还叫施一伦，请不要讲了，对。施一伦老老讲，你看麦嘞。我爱比赛的。走，那大神婆哎，好好行。来，好好走一下。这拿扇子走路真的不一样，像好走。过去这个模特拿扇子走路是这样。老叔啊，想到我赵姐应该，安尼我好爽。变安尼啦！我配合老师的音乐，我医生呢。你医生，我跟他好熟诶。哎呦，但是伟如最近比较少来演戏的哈。伟如最近在忙什么？都在读书。多灾多难。哎呦，几年级的？高二。高二哦。对。现在读高二了。对。课业压力会很重吗？会。很重哦。你以后要考大谁吗？要考家里蹲大学。不是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高中毕业以后，真正想读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？你最喜欢？艺术学校。艺术谁？什么科系？戏剧吧。戏剧吧。戏剧吧是什么戏？戏剧吧。肯定有中华艺校呢。我不是。你是基督学院。对。基督书。基督中华艺校。啊，你也在扣啊，你也在扣。对啊，中华艺校啊，问你学姐啊。学姐都会啊，对啊，但是我现在是已经考上高中了嘞。哦，对，他现在是读高中了。以前高中的呢？对啊，高中的呢？你读普通高中？高职。那你现在是读什么系？我现在装潢。老姐姐与姐姐。假期毕业了吗？还没。你现在读哪里？六信。六信。你读个美容美发。哦，美容美华，你现在在读美容美华吗？来，四位美女啊，嗨，谢谢。今天要什么样一个换装的表演？是不是有点古典的感觉？是，看我们穿着就知道了。看穿着有，哦哟，看穿着，黑日本 A 片啊，早上都是老师，晚上就做不一样的事情。看你们讲话就觉得很有气质，是，很优雅，是，对，是古典美，古典美人，古典美人。对，古典美轮，我黑美轮。其实我们喝了很多汽水，很有气质。好，是什么表演呢？什么歌？旧梦，旧梦。带动作吗？有。优雅吗？妩媚。我要问一下，会哩哩啦啦吗？没。好，安安婆先认真个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想不起，要忘记是什么。